家和万事兴，就如同一棵修剪整齐的植物，家也得保持完整圆满。你要不要太太心？干一个好。死者嘅反抗会唔会起到作用？咁根据你嘅推断，行凶。阿妹，我唔理你。死咗啦！追护睇，我唔得闲咯，我都工作。我都得闲。你人身高170公分，左手。唯有细心照料每一片叶子，植物整体上才会看起来欣欣向荣。只要付出关心和爱，家就会快乐圆满。